吴亦凡推新单曲。环球提供，记者翁子涵台北报道。吴亦凡近来在中国新说唱担任总制作人导师，创流行与 SKR 引爆热议，同时忙于筹备新专辑的他也推出新单曲 Hold Me Down， 歌词由吴亦凡独立创作，还亲自参与作曲和制作。歌曲描述一个男生不为流言蜚语，只为一人倾心，对于心之所属总是无私付出的情谊。吴亦凡希望透过 Hold Me Down 轻快的节奏，朗朗上口的副歌，传递出夏日空气里弥漫的甜蜜气息，诠释出男生对爱情的美好憧憬，期望不管发生什么，都会有位真正懂他的女生陪伴在身边。心善取已在今时，中午正式数位上线。吴亦凡近来创流行与 SKR 成为话题。环球提供。